都是靠光合作用活着的，什么都没有吃什么。你想吃红烧牛肉，还是香菇炖鸡啊？你厨艺这么优秀的，除了方便面，你不会吃别的了？你做我就吃。你敢吃我就敢做。你敢做我就敢吃。哎，你好，你点的菜到了。谢谢。你看什么？肉都被你刮没了，那你来。我不会。那你就闭嘴，先想问怎么处理。现在放什么？放葱。放葱？放姜。你确定吗？你之前都怎么活的呀？你不是也不会吗？我不会正常啊，建议包吃包住。以前这些事儿都是侯宁做。你说给侯宁点钱能处理吗？你觉得他是为了钱吗？还挺有风骨。再说，你那小破游戏有什么钱？哎，你别趁机拉踩我的游戏啊。他就是不甘心，我不管他了。他又不是小孩子了，还有。确实像个小孩。那怎么办呀？我试着联系他吧。他黑后台拿的数据多吗？咱们的系统在他面前就像一坨豆腐一样，什么时候入侵，破坏到什么程度，全看他心情。身份？什么是身份？我哪知道？让你下锅之前抹，你现在没有，他现在要炸了。来了，你让我看看。还有拍黄瓜，将就吃点。怎么样？好吃。烧牛肉还是香菇炖鸡？是个问题。你想好怎么处理了吗？没有。那你再想想。嗯，想好了。没办法。那你别吃了，吃了也是浪费。张鹏说的没错，你就是个吃干饭。是哪个来着？不嫌弃我吗？嫌弃。你再给我吃一口。